上完这个夹击之后往内线给布莱克尼，还是得看布莱克尼，也很难的。布莱克尼加速还是够高呀，2.11米呀，一步过掉布莱克尼，好球啊！布莱克尼终于是醒过来了，底线空切过来，现在守一联防，再往里给。再看一下布莱克尼刚这球，就是突一步，这同样的战术，又是给底角。布莱克尼直接跳步进来，这中路的防守呀！现场的4-3，布莱克尼一个机会。这场比赛抢断数量4对，刘志轩先投啊，最后呢兜兜转转到赵帅洲，仨人没人投进。布莱克尼过来就拔，站罚球线，但是位置太高了，上篮还是想给打挡拆啊！哦呦，好球！又是布莱克尼啊！继续来手的二三联防，但他是二三联防啊，守的非常靠上，好球啊！后来还是手联防，布莱克尼中间穿过，中距离这个位置是比较空虚的，好球啊！还是来手的二三联防。挡拆并没有把人挡掉，布莱克尼进来又是干拔中距离，呼呼呼呼，之后我不往里杀，我在这个位置呢，我刹住车再看啊，兜兜转转进来，传球失误了，就站在罚球线这个传球路线上，呜呦，布莱克尼两分打进，要就等你传这一下，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是在给这个福建的这个苏州队机会，再找布莱克尼。中距离是神了，外线啊，布莱克尼，呜呼呼呼呼呼，布莱克尼啊！